欢迎您的收听，我是凯宇，您最好的阅读伙伴。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宇。凯宇今天为各位带来这本书，书名叫做《那些你不解的行为，心理学家都有答案》。它是由一位学者所写的，叫做 Joel Levy，在台湾是大事文化出版，在二零一四年的二月份推出。那其实从这本书的书名哦。 大家一定不难猜测它里面大概是写什么。如果你问我我要怎么去定位这本书，我可以这么讲吧，就是很多人，尤其像我自己本身也是心理学家，所以我好多朋友都跟我说，他对这门学问是很有兴趣的，他想要接触，他想要靠近，他想要了解。可是到底从何开始？如果呢，你真的去找普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等这些所谓心理学的教科书，我看十有八九看到应该会。 头很痛，应该会进入一种快要中风的状态。但是呢，对于一些所谓的科普或者是一些入门的书来说，有没有一些不需要程度这么好就能看得懂的？ 而且它所涉及的层面又相对比较宽广，因为我们知道市场上有一些科普的书籍，它就是在可能某个领域特别钻研进去、深入进去。虽然它已经尽量写的像是一般大众能够认识，可是就定位上来说，除非你跟我一样是，比如说你就是想要了解镜像神经元是什么，类似像这种，所以你会找相关的书。但对一般人来说，我要一个比较一般性、宽广性，对于所谓心理学有个通论性的认识的话。 那么，其实我还蛮推荐这本书，因为它在分量上还算轻薄短短小，但是它在编排上面来说的话，又可以有一个比较容易单篇单章的一个独立的方式，让我们一步一步的去了解所谓的这些行为到底在心理学的一个角度到底是什么，像是一些很不合理的行为啊，一些很奇怪的行为，那当然到底。 这些行为有什么？那今天绝对不是我唱独角戏哦。今天很特别邀请到的这一位朋友哦，其实他是我教室里面的学生啊。各位听众都知道，我自己本身有开课，关于一些行为跟心理在人际沟通上面的相关跟运用。 那他也是我常年的听众，听着听着他就跟我说：“那凯宇可不可以哦，我们一起来聊书，因为他也想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除了试着让自己发声之外，最重要的一点是，呃，因为要分享，所以自己进步才会更快。”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的这位朋友，就是我们一起来讨论这本书的爱书人，他的名字叫伯全。伯全你好。 Hello，凯宇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博泉。博泉很开心哈，是这个，其实我们先前有录过，对不对？对对好，在那个这就是摄影，是对不对？<是>好，是因因为那个时候你还是用所谓的摄影师的角色跟身份出场，<是>那当然你还是有继续在做这件事嘛。嗯、是好，那我们因为之后可能还会,会有很多机会谈很多。 不同的书籍，嗯、<哼>所以我就用一个比较一般都能够套用的，嗯、叫做《爱书人》是。是 OK，好。那这本书其实那个时候，呃，我我跟你说啊、呃，如果要一起开始录，可以从这一本作为入门。是、嗯，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心里的的的想法会是什么？其实一开始我接收到这样的讯息，就是从这本书来当做一开始，它叫做《那些你不解的行为》。那当时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呃，一开始。 很好奇，我会想说，因为过去以来，我对于心理学这个领域都非常的有兴趣，而且我也很想要花一些时间去了解。嗯、<哼>当然，我会自己去书店找书，那也会去图书馆里面去看。那我就是过去曾经那种濒临脑中风的那种人啊，就是我因为看了很多，你遇到了什么事？就是我因为在这个行业，就这个领域里面，<是>我想要去了解更多一些。哎，当初。 很想要去学习的理论，包含一些实验。嗯哼，但是我过去也是因为在这样的书籍上，然后看到自己脑缺氧，因为有些东西真的，如果我不是透过本来的领域所呃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出来的话，对我来说是会有一点点的。 难度就毕竟对多数人来说，心理学是个名词啦。对啊，他可能没有经过这方面的相关的训练。对，所以一下子去翻教科书或者是特定领域的科普书籍，就算是科普书籍，那都还是会有一定的进入障碍。是 OK，那对你来说哈，其实我们都在社会上工作，那你进你的教室当，呃，你进我的教室，当然也有你在你在人际各方面学习上面的需要。嗯，如果结合起来来看的话，那这本书那。 那些你不解的行为，嗯，有没有一些行为是你本来就不解，然后在这本书里面得到答案的？哦，当然，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本书，嗯、我后来整个看了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凯宇老师他要告诉我说从这本书开始入门。<laughs> 因为过去以我自己本身的经验跟经历、嗯，是也是因为我对人就是充满了好奇，嗯、<哼>所以我会想要去了解，哎、欸，我的家人、我的朋友，甚至是我的同事。 他们是为什么会有那样的反应？嗯哼，就是我觉得，哎、欸，这些东西好像平时都存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但是我们却不会去这么看的那么仔细。嗯<哼>所以我觉得透过这本书，让我更加的想会去了解到說，说哦，原来我们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很简单的去看到我们以前不曾看过的。嗯、<哼>那这些也许在过去的人的角度，他会是在心理学的领域跟。 范畴里，嗯，但是透过这本书，让我真的很实际，而且很平静的去看到，哦，原来问题点就在这边而已，因为我们常常把自己陷入到那个情境里面。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嗯，就比方说，我自己过去曾经，因为我家里面是信仰宗，呃，信仰的宗教是佛教，是，所以在过去这，呃，我的背景里面，基本上我也是跟着我的父亲跟母亲，是，然后到处去参加一些，呃，可能是。 呃，宗教团体的活动，甚至是很多，不管是在寺庙里面啊，在或者是办一些法会、禅修什么的，是。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也让我接触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很多时候我会想说，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呃冲劲跟热情，然后会在那个环境里面出现？像是什么？ 像是拼命捐钱，呃，有一种是拼命捐钱，<laughs> 他们会透过捐钱，然后会很开心，然后要不然就是他们，再不然就是都没有家庭生活了吧。是，没错，他们就是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到那样的环境上。对，那后来让我会很不解的是，明明他们都在做好事，嗯、明明都在这么样一个很棒的团体，但是到后来却是自己的家庭出现了一些状况。 对，那这个是呼应到书中，像是你提到，好像是就一百二十九页团体迷思的部分嘛，对对，对不对？你知道这边这个作者蛮厉害的哦，嗯，这个团体迷思它里面用的一个标题叫做“灵修团体就这样害人家破人亡”，亡嗯、有必要那么恐怖吗？<laughs> <laughs> <laughs> 那我我必须讲哈，啊、倒不是说灵修团体的问题啦，嗯、但我们只我们只是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是。 人多的地方一定就有好人跟坏人，是他不管是在，呃，人家说道义有道，嗯嗯但反过来说，其实打着宗教旗号卖羊呃挂羊头卖狗肉的也不在少数。嗯,嗯，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伯权提到这个，让我刚好刚好这个我的专业社会心理学啊、哦，是到底像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说我很笨啊，嗯、因为明明我我又。 懂这些，那为什么我没有用一些群众操弄的方法？嗯、其实群众操弄的方法，早在呃最近选举，嗯，你就会发现，其实选举就是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操弄。对，没错。那如果早一点的话，在。 呃，去年的我记得是去年吧，什么日月明宫、哦、啊，有啊有新闻有报道，对，然后再早，其实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国外，嗯、都很多俗称的，一般人家说什么新兴宗教，嗯、就是好听的说法，<是>有一些比较强烈极端的说法。<是>嗯 说什么邪教啊，让人这个抛弃妻子、<对>散尽家财等等那很多人很好奇哦，像这样的人，比如说投入这种几近不理性、疯狂的政治活动，嗯、或者是不理性、疯狂的宗教活动，<是>这里面不乏很多都高知识分子。哎，没错，真的甚至于如果以伯全以前的经验，你所经历过的，嗯、那还真是的。<laughs> 没错，都是那个我们说社会经济地位都非常非常高。对，那。 就有心理学家研究，到底是什么让这一群人会这么样投入在这个团体，而居然有一些很明显不合理的，就是你稍微有基本理性，<對>就应该性交是一回事，倾家荡产又是一回事吧？或者是甚至于，你知道这个这个心理学家哈？ 他的一个研究，其实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在书里面另外一个部分更经典，在七十二页叫认知失调。嗯，那认知失调这个研究，它是直接进入一个那个时候的宗教团。这个心理学家叫 Festinger。啊，那这个 Festinger 它的代表作叫做《预言失效时它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事件。这个真实的事件呢，它是进入，我记得好像是一九一九。 九九，一九七七几年代，我其实对不起啊、哦，这个跟听众抱歉，我详细的数字我已经忘记了。就是在美国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呃呃“优、呃、福末日教派”，嗯，有的这样的一个新兴宗教，嗯、然后就说世界末日嘛，<有>日嘛对，好，然后外星人会会会会接接走，对，然后有一个、這個、大家相约到一个地方，对，然后等外星人，是结果那一天到了，就大家。 那现人没来，对，没有人被接走，对。然后他们的整个团体历程，像刚开始他们那一群人，很相信这件事情，很多都高知识分子，是。然后他们原本是很封闭的，因为大家一定会笑他们啊，一定会谩骂啊，一定会说你们空哎，聋哎，傻笑啊，对不对？就他们非常的封闭，因为他们只相信他们自己的。对。就那一群人非常的相信，结果很妙的是，因为这个心理学家 Festinger，他就跟他的。 呃，共同研究的伙伴，嗯、他们假装是信徒混进去。 这个有趣就有趣在这里，因为这本书其实没有写的很清楚，嗯、但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嗯、它真的太有趣了，它这真的潜入哦。嗯、呃，我有一本书还没有做有声书品，叫《影响力》，嗯、然后有机会跟大家分享，里面就有专章在讲这个。然后呢，他就潜入，然后发现大家从一个很封闭，然后随着当预言失效的时候，嗯，就是指定的时间非碟没有来，也没有人被接走，嗯、他们从一个极度封闭的团体变成是一个欢迎大家来。 认识来了解，然后宣扬理念。嗯，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为什么？这就是认知失调的过程。哦、因为当大家都不相信他们，而且那个他们预约的那个时间还没有兑现的时候，嗯，那说实在，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所相信的。对，反正你不相信是你家的事。对。结果当那一张支票跳票了，是这个时候，他一方面所谓的认知失调，就是我们讲白话文叫做人。 都很难容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没错。所以，当我们意识到我开出来支票跳票的时候，我会做很多事情让我这个跳票合理化。嗯，所以你会发现，当他跳票的时候，所以最好的合理化是什么？对外说服，没错。 有没有？哎、欸，其实哈，只是延期了，或者是只只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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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所以你就会发现，人就是这样子。嗯、我们不容许自己认知失调，嗯、但也因为认知失调这个特性，我们经常会把很多事情合理化。是。里面就讲到一个实验，说，嗯、呃，要你去做一件很无聊的游戏，嗯，然后做完之后还要你去找人进来玩，对、嗯。然后你找就分两组人，一组人就是你找人进来，给你一块钱美金，嗯。<coughs> 另外一组人是你找人进来给你二十块美金，嗯，很妙的事情发生了哈，就是那一组找人进来，然后只拿到一块美金的，嗯，经过事后的表述，嗯他们都会觉得那个原本无聊到爆炸的游戏，其实还蛮有意义的。然后那个拿了二十块找人进来玩的，他们的表述几乎清一色都说我是因为钱才拿找人进来。哦，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要做一件事情，你又。 分毫未取的时候，对，你要做一件事情又分毫未取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合理化它的意义感？是，它如果本质上是剥削，好，这时候是不是回到刚刚博削所讲的？对，团体迷失怎么出来？其实很多宗教团体是不是刚开始都义工啊、自工啊，对，然后慢慢的让你付出的时间越来越多，是，当你。 付出这么多时间、精力，甚至还主动捐钱，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嗯、结果你是分毫未取的。嗯，你会不会自我合理化？会。其实我是相信这里的意义。其实我是我是怎么样？没错<錯>。有没有？然后自我感觉，然后自我道德感是不是无限上纲？对<錯>。但这就是问题了。嗯。耶稣，呃，这个圣经里面有说哈，当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必必先使其疯狂。对。 所以这本书我觉得它很妙的地方就是说，嗯、当然听我讲哈，因为这是我专业，我会讲的全身都发火，有 <laughs> 对对对。嗯、可是当你真的深入去看，你就发现好有趣，人性不就是如此？嗯、是。那我们倒不是说要把人性贴上一个愚蠢或者是负面的标签，而是说，当你认清了之后，你就反而比较能够有一个清晰的脑袋，知道、嗯、哦，原来我此时此刻到底在哪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对。對好，那我已经表演完了。嗯 我知道博玄读这本书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感受，嗯、除了刚刚讲的这个团体迷思之外，还、嗯、有没有别的让你觉得非常有趣的？有啊，就是像、嗯、我觉得像在书里面有提到有一个我看到一个标题的时候，其实我还蛮蛮好奇的。他说像在第七十六页，他说、嗯、<哼>被骗却不承认被骗，嗯、<哼>然后做坏事是因为大家都做。嗯哼，我觉得那种都会让我想到说我过去有很多的朋友，他们。 都会想到说，他们当他们在面临一些就是选择，或者是冲突，或者是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出一些行为，会让人家就会让自己感觉到好像很安全。嗯<哼>那我就会想到说，过去不管是可能是考试，或者是我们可能一群人出去,去可能去玩啊，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当他们会开始想到说，不管是呃大家揪起来，然后可能喝酒啊，做什么事的时候，很多时候在这个状态之下。 他们都会认为说，这是不得已的，这是因为这样的氛围一定要做的事，嗯、<哼>因为大家都一起做，所以就、嗯、<哼>就还好。嗯、<哼>所以这会让我想到说，有些时候，并不是说因为每一个人都好像，我觉得那像感觉像是在我们这个社会的那种环境里面，好像会造成一个让你觉得说。 呃，鸡飞城市的那种感觉，人在江湖<对>身不由己。对,对我竟然已经去了，<laughs> 啊，就是头洗一半，啊，就是做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做。嗯，对，所以我在看到这一篇，其实我还蛮有感觉的，就是，就是因为我当初在看到防卫机制这个东，这个专有名词的时候，其实因为很陌生，所以我一直都对于说，哎、嗯<哼>，到底什么样的机制叫做自我保护？因为有些人，当我们有时候可能一下子碰到外在的环境。 改变的时候，我们会很自然的有这种状态，嗯、<哼>但是我们是不自觉的。那因为我跟我的一些朋友在相处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管是面对一起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总是会用一些说法来说：“哎、欸，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本来就应该。”他们会去合理化。其实你刚刚讲的，不管是呃，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等等，这是合理化。对，就我觉得它里面讲到防卫机制有一个是最普遍的，叫否认。嗯 对，对不对？没错。好，有时候当我们遇到眼前的事情不如意，是通常都会去想到底谁要负责任。对，然后就不会去想自己要负责任。没错，就是自己把自己的责任这件事情先否认掉了。嗯，好。那有时候，比如说，当我们遇到，比如说我今天突然得到一个消息，是我的至亲怎么了？嗯嗯很多人第一时间是没办法接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最典型的反应就是否认，对，这不是真的，你在开玩笑。再不然就是有些人遇到一些重大的。 呃，伤害可能必须让他去，嗯、让他去这个去承担。比如说，有些人受伤、嗯、要截肢，各方面，<對>他可能在初期的时候都很容易是否认。对，啊，否认自己这个状态。嗯、那这个在弗洛伊德里面的一个说法，就是他其实是为什么叫做一种防卫机制？嗯，防卫为什么要防卫？就是当我们其实我们的潜意识知道眼前这件事情的事实的时候，嗯，而这个事实是我的表意识。 就是我清醒的时候，我没办法承受，嗯、受或我我现在还承受不了的时候，我就会用一些方法去闪避、嗯、去回避。那防卫机制如果在短期来说，它是一个适应的功能，嗯、因为老实说，我我现在就不能接受你現在又要死，是不是？嗯、对不对，對它是一个适应的功能。可是其实，在防卫机制里面，通常为什么我们说心理上面或行为上面会产生一些问题，也是它只有防卫机制、嗯，对，就它只有否认。 否认是让你当下还比较能够过得去，嗯，可是当情绪冲击慢慢的会随时间淡化了之后，你不能只是否认，是你还是要面对现实，对不对？<是>有时候真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合理化只是让你短期好像还可以去做那件事，对，那当然说实在一点，合理化真的是。 哎、欸，也没什么好被合理化的啦。大家都认为认为 <laughs> <對>样对对对，嗯、所以所以其实这个是嗯，这本书蛮有趣，就是说像他提炼了像呃弗洛伊德这些说法，嗯、然后他也有提炼一些比较，因为弗洛伊德我们说是比较比较，当然以现代心理学家来说，有很多人批评弗洛伊德是伪科学，嗯、好，因为他并没有很严谨的这、嗯、这方面的一个实验，所以你会发现哈，其实防卫机制如果。 弗洛伊的语言叫防卫机制嘛？嗯、因为我发现他换一个语言，就好像是现代，就像我刚刚说的，f t i n g e r 里面讲的，<對>叫认知失调。对，就我们不容许自己认知失调。对，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是错的，哈，很多男人知道上酒家是错的，没错<錯>，可是就会合理化说，没办法，我要做生意，对我要应酬，对不对？所以这也是一个认知失调，在避免失调的过程。嗯，那所以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它里面提到的很多很多点，都可以在我们生活当中。 去，不管是小的或大的，去体会。嗯，再比如说，像他开篇讲的，这个第一篇讲的叫“不注意事盲”。什么叫“不注意事盲”？讲白话文就是哈，眼睛哈不是摄影机，眼睛也不是照相机。很多时候哈，你看的根本没看到。对。 哦，它里面就讲一个很经典的实验，就是有两队篮球员，嗯、白队跟黑队在玩传接球。嗯嗯、对，然后呢，你特别专心的数白队会回黑队其中一队传了几次，你就会发现那整个画面其实有一只大猩猩走过去，你根本没看见。对，好，那你可能很难想象，对不对？有很多时候，请问一下。 明明眼镜就在你眼前，但你在找眼镜，<laughs> 找不到的，对不对？对，好，就就我们说戴着眼镜找眼镜，是不是经常发生这种事？叫不注意事嘛。嗯、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大脑运作的一个，呃，可以说是一个倾向，也可以说是一个特性。嗯、当你自己本身的注意力被别的地方吸引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算你视线所及的部分。嗯 但是你的主观意识并不一定接受得了，对，这就是为什么魔术师都可以把我们唬得一愣一愣的主要的原因。没错，因为他转移我们注意力，他、嗯、在别的我们注意注意力不能及的地方，还不是视线不能及哦，他、嗯、可能就在你眼皮子底下做那些手法，可是你就是没办法发现。是啊，所以这这里面这一本书，我觉得真的是太有趣了，嗯、而且它我觉得它是一个桥梁，就是你好想要了解一下心理学，对，可是。 教科书要把你吓得要命，<對>科普书有时候看了半天，就好像你万一运气不好，选到一本在讨论这个脑神经的科普书，讨论半天想说，对我都了解脑神经了。人，嗯、你知道很多人，因为我有声书品很多听众会跟我这样讲，嗯、对我知道脑神经会影响我们的行为。人，你知道，就是他他他接不过去，不是书写的不好，而是。 的确，那个不是。如果你不是学这个的，你真的很难接过去。嗯，那我觉得这本书刚好就是在整个阅读上面来说，它是一个还蛮还算蛮不错的一个入门桥梁。嗯，那当然，我很希望我们的听众，你听你看到里面的有一些部分，对，如果你真的很有兴趣，再深入去。 去读背后的东西，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认知失调，嗯、其实很多很多的书都在写认知失调。嗯嗯好，那这方面我觉得可以留待我们以后嗯嗯慢慢的再推出更多的书评跟大家做分享。嗯，OK。那最后博玄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跟大家分享或做总结的？嗯、可以啊，因为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凯宇老师他告诉我这本书真的可以可帮助我很多的地方，真的是从我当初对于心理学这一块非常的。 有兴趣，但是一开始因为很多教科书之类的，他会阻碍了我这一层想要去了解。但是透过了这样这本书的说明，有些时候我们在想说，哎、欸，刚才我们所谈到那一些很多，不管是呃对于宗教还是对于呃我们可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些状态，其实回到回到我们生生活的现实上。 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生活多一些适应力，多一些怎么样去学习。<是>那我觉得，透过这本书，可以让我去更加的去适应我们身边周遭每一个人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们可以更用心的去贴近他们。那这也可以，这也是因为这本书怎么样，它深入浅出的告诉哦，原来心理学家他其实都有答案。那如果我们 好好的去了解它背后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些生活上的细节，我觉得会让我们更加的。 嗯，可以贴近我们的生活。是啊，有一句话说“不问苍生问鬼神”嘛。是。那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很奇怪，不问心理学家，问鬼神的。所以好我不是说一定要问我啊，当然有机会能进我的教室上我的课，我会很开心。是。但是我更希望，为什么做有声书评？希望的就是说，其实阅读真的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嗯。或许你因为各种因素没办法进教室，但是起码书是可以陪伴你的。是。所以今天很谢谢博泉，跟我们一起聊。 嗯，谢谢。好，那我们的有声书评在这一段的内容就到这边喽。也希望你能够继续的支持并收听我们未来为各位推出更精彩内容。拜拜。